智慧树 Party 开始喽！哦，这是一个 Party， 快乐的 Party， 和朋友一起快乐的 Party， 我们很开心。又开始了，今天小咕咚和小丑琪琪要尝试一次全新的冒险游戏，我们去看看吧。咕噜咕噜，小丑琪琪，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我们就进去啦，走吧。进去喽。哇，到了，欢迎来到神奇密室，你们的任务是集齐密室中隐藏的三个勺子，只有把三个勺子都找出来，密室的大门才会打开，你们才能够走出去。哦，小丑琪琪，我们接受挑战。哇，这么多东西呀，也太难找了吧。小丑琪琪，那我们就挑战自己吧。第一把勺子在哪里呢，小丑琪琪？哇，太棒了太棒了，小丑琪琪已经找到了第一把勺子。嘿，小咕咚要加油啦。小咕咚找到了第二把勺子啦，还有第三把勺子呢，小朋友们，你们也一起来找吧，加油哦。我看到了，在这里有一个勺子。哦，在那呢。哈哈，看到了看到了，小朋友你真棒，谢谢你。恭喜你们成功冲出密室。哇，太棒了太棒了，小丑琪琪，这个密室逃脱的游戏太好玩了，小咕咚要去把它告诉绿泡泡，走吧。嘿嘿嘿，太好玩了。欢迎来到我爱变魔术，本栏目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智伴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哎，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很多的好朋友，有小咕咚、小丑琪琪，当然了还有两位可爱又漂亮的小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欢迎来到魔法世界，欢迎你，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小嘉宾朵兰娜今年六岁，小嘉宾苏文然今年六岁，欢迎你们，欢迎。
绿爸爸大魔术师，今天你小丑琪琪和小咕咚去挑战了密室逃脱。哇，密室逃脱呀！哎，我也玩过，就是一群好朋友到一个房间里面，会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呢，哎，大家可以一起突出重围。对，是一种非常新型的一种游戏啊。好，那今天我大魔术师绿泡泡也来展示一个逃脱类的魔术，好不好？场地有限，不能立刻把它变成像密室一样的环境，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来模拟一下。大家看，在我的面前呢，有这样的几个材料，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首先，这个是什么？杯子。是什么材质的杯子？玻璃杯。没错，透明的玻璃杯。这个是什么呢？黄色的毛巾。黄色的毛巾，说得很准确。这个是红色的布。对了。我请小朋友呢和我一起来试一试，看一看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完成这个逃脱的这个任务。来，首先我们把手绢塞到玻璃杯里，要把它放进去。对，然后我们拿出一块布，我们要把布啊盖在杯子的上面，对不对啊？好，把它盖上。为了让它能够更好的封闭起来，我们拿出皮筋，这个杯口处绑上了一根皮筋，对吧？对呀。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自己玻璃杯里的那个小毛巾能不能够自己逃脱出来。当然了，只有拥有魔力的人才可以帮助他逃脱出来。看一看你们是否拥有魔力，来，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啊。从下面我们一起来说那句咒语，乌拉乌拉 kill， 看一看谁的毛巾能成功逃脱出来，好吗？一、二、三，你怎么算的，朵朵？哦，我看到了，朵朵的这个毛巾也成功的逃脱出来了，但是他把杯口啊给打开了。看，绿泡泡大魔术师的毛巾也逃脱出来了，但是我的杯口是不是没有动过呀？哎，现在看我这个毛巾是不是非常的舒展？舒展的毛巾应该是什么样子？哎，那把它团成一团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没错，经过我们亲自的实验，如果不动这个杯口的话，你们的毛巾可以逃脱出来吗？拿不出来，绿宝宝。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神奇的魔术。我想问问小朋友，想不想一起来学这个魔术啊？想。好的，接下来呢，我就来教大家变这个神奇的魔术，好不好？好。有请我们的好朋友魔箱。我是魔箱乌拉拉，我有神奇的魔法，材料都在这里拿，睁大眼睛看好了。今天我们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一个杯子、一根皮筋儿、一块小手帕和一块大手帕。欢迎回来，本栏目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智伴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呢，我就来教大家变这个神奇的魔术，好不好？好，首先拿出你喜爱的颜色的毛巾，把它呢塞到玻璃杯里。好，然后把这块大大的布打开，用它盖在杯子上。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好，这样我把这块布呢这面打开，让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和我们现场的小朋友都能看到。小朋友看啊，在我盖这个布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什么动作？悄悄地把杯子怎么样了？哦，太棒了。对了，来和我一起做吧，但是不要让大家看到啊。好，把它盖起来。哎，然后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哎，打开布让我看看是不是都倒扣过来。没错，然后把它哎盖上。哎，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说的是把杯口给绑上了，其实我们绑的是哪儿啊？是杯底。哎，那现在这个杯子呢，杯口是朝下的，对不对啊？好，来，这时候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咒语，乌拉乌拉 kill。然后呢，装作非常正式的样子，其实现在很容易就能把它拿出来啊。我们要装作，哎呀，在用我的魔力。好，一起来数，
一、二、三，成功了，都成功了。来，举起你们的毛巾，让我看一看。哇，太棒了！好，一起为自己鼓鼓掌，恭喜，都学会了啊，都是我们的大魔术师。哎，今天呢，小手琪琪就在我们的身边，我看到了，他已经学会了。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学会呢？第一步，把小手帕放入杯子里，用力塞一塞。第二步，在大手帕的遮挡下，把杯子倒过来，然后把大手帕覆盖在杯子上，用橡皮筋套在上面。第三步，从杯子的下面把小手帕掏出来，这个魔术就完成了。欢迎回来，本栏目指定用品为陪伴三代人、品质可放心的南山贝惠婴幼儿奶粉。哇，刚才我看到啊，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也都学会了，真是太棒了。那据我所知呢，今天场外还来了一位大魔术师，想不想看一看他的表演？想。好，一起有请我们的魔棒小 Q。 啦啦啦啦啦啦，魔术很神奇，啦啦啦啦啦啦，魔术很容易，只要动手又动脑，只要你愿意，神奇的魔术在这里。 Ready。魔术师，大魔术师，今天好热，我流了很多汗。那你用丝巾擦擦汗吧。大魔术师，丝巾飞了，我好渴。没关系，大魔术师给你倒一杯水。好，来，给你吧。嗯，大魔术师，水没了。水也没了？哎呦，还真没了。我好热。没关系，那就用大魔术师的扇子扇扇风吧。来，给你。啊，大魔术师，扇子坏了。扇子也坏了呀？还真坏了。没关系，大魔术师帮你修好了。哇，扇子修好了，给你扇上吧。真凉快。今天的魔术你们觉得神奇吗？神奇，神奇，太神奇啦！变魔术，变魔术，我爱变魔术。哇，我们的场外的大魔术师表现得太棒了啊！当然了，我们现场的两位小朋友同样很棒，所以呢，他们将获得我们栏目送出的奖品。本栏目的奖品是由南山贝惠婴幼儿奶粉提供。好了，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一起来说：乌拉乌拉 Q， 我爱变魔术。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我是快乐的水手，到过很多美丽的地方，金黄的沙滩，
船马上要靠岸了，小水手们快上船，和绿泡泡一起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吧。我是快乐的水手，到过很多美丽的地方，金黄的沙滩，高高的椰林，都是我爱的风景。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我想跟着灯塔的指引前往目的地。听，这是什么声音？解开缆绳，准备起锚，我们要起航了。快乐的小水手，我早睡早起，勤劳又努力。盼我水手，快乐的小水手，我活泼勇敢爱航行。吃西瓜。摩尔，天气好热呀。对呀，道哥，我已经快热晕过去了。摩尔摩尔，我去冰箱里面看看有什么。哦，好呀好呀，快去看看。哇哦，有一个大西瓜，我们可以吃西瓜降降温。哦，有情况，我们快去看看吧。嘿嘿，我是可爱的小蜜蜂，我要去采花蜜喽。我也是可爱的小蜜蜂，我也要去采花蜜喽。飞飞飞飞飞，哎呀，飞得有点热了。我也有点热了。妈妈，我要吃西瓜。啊，有西瓜吃嘞。要等一会儿哦，西瓜刚从冰箱里拿出来，有点凉。哇，凉凉的西瓜。停。道哥怎么了？小朋友不可以吃西瓜吗？小朋友们，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可不可以立刻吃呢？刚从冰箱里拿出的西瓜不可以吃。答对了，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立刻吃下去会拉肚子的。西瓜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凉凉的，要等一下哦。对对对，太凉了，吃完会拉肚子的。等一会儿再吃吧，好吗，果果？好的。嗯。好了，你们慢慢吃吧。啊，现在可以吃西瓜了，已经没有那么凉喽。拿一块。上面有西瓜籽儿，一定要把它吐出来哦。哎呀，吐西瓜籽太麻烦了，我好想把它们都吃下去。停停停！摩尔摩尔，怎么了？哎，道哥你看呀，小朋友把西瓜籽都吃掉了。小朋友们，吃西瓜的时候，西瓜籽要不要吐出来呢？吃西瓜的时候要吐籽。哇哦，答对了。吃西瓜不吐西瓜籽会容易卡住嗓子，发生危险的。果果果果，不可以，西瓜籽这么大，万一卡住了可就不好了，太危险了。好的好的。嗯，吃完西瓜真凉爽呀。是呀是呀，真凉爽是吗？那我们现在出去玩吧。嗯，走吧。停停停。哦，我知道是什么事情了。小朋友们，吃完西瓜应该怎么做呢？吃完西瓜后要把西瓜皮扔到垃圾桶里。答对了，这样才安全。哇哦，小朋友们，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知道就
和我们一起唱吧。冰凉西瓜不要吃，瓜子记得要吐出，瓜皮记得不乱丢，大家互相要监督。哇哦，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等一会儿再吃。吃西瓜的时候记得要吐籽儿。吃完西瓜要把西瓜皮扔到垃圾桶。我是道哥，还有我，我是博尔。再见，再见，再见。小朋友们来信了，我们很高兴。小朋友们来信了，我们很高兴。咕咚信箱，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咕噜咕噜，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溜溜溜，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溜溜。好的，玲玲，接下来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寄来了视频吧。嗯，好的，玲玲，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大家好，我叫叶延旭，今年六岁，我用小提琴给大家演奏一首曲子。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呀。当然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帮助你们一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智慧树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因为在里面啊有很多好玩的内容，还可以和我们的智慧家族一起快乐互动。太棒了，赶快行动起来吧。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艾特我，传张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短视频画张图画寄给我，进行地址一定要记牢，要记牢哦，北京市10003八信箱，第二三飞箱，智慧树拉姆咕咚手，小咕咚手，邮政编码是10003八，啦啦啦，小朋友们快点来信吧，快点来信吧。咕噜咕噜，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每个月都会举行一次线上活动哦。这个月我们的主题是“老师，我有话想对你说”征集活动，小朋友们赶快画出自己的老师，并且要在画上写一段你想对老师说的话哟。画好后就去我们的微信、微博报名参加评选吧，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哦。好的，小朋友们，再见。